人来，我买200。哇，好想要你们人来哦，好想要瑞可以来哦。看来我需要想个办法，还是我先去那个，我先去澄清，这叫什么澄清？我先去提案联署，我先去联署，我先去联署好了，我先去开一个联署，好不好？200超猛，我先联署一下。我先买通，我先联署，让海外开放海外粉丝，开放海外的大家。对，我先雇用瑞，给他工作签证。可是我没有，我要怎么雇用他？对，快用无敌商业头脑，然后先开一个公司。开公司要多少钱啊？我们先集资开一个公司好了，还有直接开一个唱片行了啦，集资开唱片行，然后再雇佣瑞，然后再开那个用那个，还然后再用那个上游厂商的方法买专辑买单曲，然后我再那个，对，我们直接做一个唱片行了，好，希望边界，对啊，希望可以海外的大家可以来。